神力圣殿被打得没力气了，哇！天一战神还在那里，。怎么的？啊！哇，又跑出来！哇！跑到那个下面。糟糕！你看，你又没有用好。那拿什么去搞？最后一次啊！哎呀！妈妈要去吹头发了。好。都还没比赛就先爆裂了。手要放低一点再弹。你用力过猛，它就会趴出去了。对。小心爆裂，打到眼睛，扶起来。哎，扶起来，放心。呀！好了，妈妈去吹头发了。好，我也要去吹头发。要吹头发，帮你剪头发。因为我这里流汗，所以我就要吹头发。我说阿姨，你那个发射器那条，等一下我来切芒果。把这个战斗轮盘收一收吧，等一下。不可以，而且因为我在流汗了。你先在这里。你要去吗？奇怪呀。我要去上厕所。在做什么？说完你呀，在那边哇哇哇。说完就是，就拿手指啊。怎么拿回去啊？要先收进去，然后再盖这个。哎呦，还有这个还没盖好。打起精神来，打起精神来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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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起精神来。战斗轮盘，好，等妈妈来切芒果。我也喜欢这凤梨，不要乱放。那你要去吹头发了。